泡面要称呼，干脆面呢20积分一包面。我说干脆面那个没有，那面包嘞，吃个面包怎么行吧，那得2000，你切个卵。那面包嘞，面包好干净啊，你们看这舒服。有降温贴啊，你小子也配吃零食，饿死算了。我这老公长老公短，老公，我从老公长老公短嗓子都喊破了，这老公不喂两口啊。老公面包2积分，让我吃个面包也行呢。漂亮老公，喂我吃两个，吃个面包了。坐了一上午的车，哎，我家里面太偏远了，然后转呀转，坐呀坐，差点把那纸搞了一坨带回去。这纸还要不？买份。啊，那直接拿着回去吧。我来吧。属实吃不起这个泡面，你老公吃面包，我穷哥们儿。我今天打几个？我没打人呀，上次没打人。我今天晒伤了，闷闷皮。堂哥，你打了他？堂哥，这个我搞了一个，这样不漏对吧？我里面再垫了一件，应该不漏，有点白了，没事。牛姐穿这么红辟邪啊？老子让你家放狠话，你不敢管我屁事。我把我鞋子穿了。哎，集合了。报纸扔哪儿啊？他说卖钱，报纸丢哪儿啊？卖钱。嗯。就这儿吧，报纸。报纸那里，报纸这里有袋子，这里有袋子，把装起来。来，下台可以用了，装在袋里面。这个报纸装在袋里面，那个垃圾就那个纸盒那里去，那有纸盒去。那边，那左边那个地方，看到。右边那个地方。好，右边那个地方，这个把装起来。擦点防晒呀，像女生一样抹点啊，抹点防晒呀。我穿个鞋子，我又不是小姑娘。带你啥节奏啊？这是我混，直播间没有啊？我是真黑真美颜开到底了，所以黑没关系啊，我叫黑牛。我黑的自豪，哥，他人全都是白，唯独我黑，我黑的自豪啊，无人能及，无人能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谁的镜子好爽！晒出来太明显，我难受。不用化妆。别回来了！我穿个鞋子。什么？我旁边。现在三个色。小只才胖，大只咬得很拎的那个包特别鼓的大。你说啥呢，老公？他的名字叫公，老公，哥翁公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听懂你说啥。什么什么？你的小兄弟，我的小兄弟。欢迎青柳哥哥。那个你晒也没关系，别晒伤了就行了，就是你别晒伤了就行了。睡觉睡呗，手是一个色，短袖一个，短袖上面你知道我是什么色吗？就是这里不是上次是干嘛来着，上次在家是晒什么，晒了一上午，然后就这两个袋儿，就是这个袋儿这里是白的，然后这里裹了松，这是白的，然后下面
穿的是黑的，先睡会儿，睡吧。他穿的是黑的，就是然后腰就腰这里是白，然后屁股那儿白的，然后是腰下面又是黑的。等一下，这里位置是。玩游戏太认真，啊，不是太认真了，是真的他没法不磕到自己，多少都得磕到碰到。我操，磕到我头晕。而且主要是你撞出去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住，人家就秃溜出去了。我真的想追着你，关不了啊。下面什么？要不要寄点东西吃一下？他们好喝，沙伤有点难受，疼不疼？有东西吃的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彪子，你有没有东西吃的？海苔不吃。那个我看那个挺好吃的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谁的？哇，你这么多吃的，那给那让我尝点不？谢谢大气。明天要干活，我来给你干。明天做什么好事情？谢谢素素。素素真美。你知道这手机怎么关不？哇，素素这么多好吃的，我的天哪！手机干净了吗？这牛，手机咋关不？关啥？关机。这什么手机？三星 S20。我以为啥好吃的呢？不会关机。就那个一滑往下一关，重启吧。嗯，重启。这是素素，哇塞，好多好吃的素素。哇，那个面包是怎么样才可以吃？哎，我要给素素当丫鬟。疯了吧！你们不要这么卑微，不要这么卑微啊！这个泡面的话，把它收拾一下吧。这泡面的，后面垃圾。你做不做？我不做，饿呀。这帮饿死了怎么办？想想。嗯。我也饿死了，我都吃饭。我都可以啊。你没补妆。没补，就这样吧，感觉上镜就那样。光才不能出光呢，一个也不可以出光啊！所有的人，我刚才说了，耽误一点点时间收拾，其实很快的。大家大哥不会怪你们的，你们这勤劳点，大哥不会怪你们。这后面收拾一下吧，吃一点，然后干活好吧？吃个东西，真饿。老彪子，直接不是老彪子。走。把人全部喊出来，把收拾。所有人进来，全收拾一下。把你们的鞋，哪个的鞋，都收拾一下。哪这水的衣服丢一堆，这里一堆。拿一下那个簸箕，也不敢给他丢了。这谁的衣服？去拿个桶放在这里，把那个脏衣服丢在桶里面都。好。不要的就扔掉。好，把这后面白色垃圾都收拾干净。把那个簸箕拿回来。搞干净。把那个簸箕拿回来，就是。铲土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是 VIP， 可以不用干活。你是 VIP 不干活的？对，肖哥说的。VIP 不用干活。什么样？怎么样成为 VIP 啊？我直播间呢，我要有超级火箭大哥，有超级火箭。我来。铲土别干活，铲土啊。好。愿意干活。什么样是 VIP 啊？去肖哥直播间刷2000块钱。去肖哥直播间刷2000啊？那个喝了一口水，就让你看看味道。现在你刷的超火是吧？有大哥保我。哇，牛的！这鞋子我看了起码放了10天了。我的，纹丝未动放里。丢了，真的是什么个玩意儿？不是丢了干嘛？看看你不让你来，你搞了，这样的，给我丢起来。你真是，你这鞋子不要了，别让我丢了，我跟你说。下雨。就放下呀。这个桶可以。摆好吧，我觉得要下雨了怎么办？搞个桌子过来。摆好。肖哥说不让放里面啊。对，摆好吧。摆好就好看了。
这个还是水油上次穿的鞋，这是我穿的。你以为放两位？我上次收拾才收拾。这我不是，我没有放这儿吧？放在那屋里。什么衣服？是不是一拼的衣服？啊，这还有用过的，这是内裤啊。这谁的鞋啊？这他妈内裤，这谁的？刚才湿的。谁的？脏的。丢了呗。刚才湿的。丢了吧。脏的。什么内裤？你不瞎丢？天哪！就不要了吧，这全部扔掉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个是包吧。我每天检查一下卫生。这是衣服，谁把衣服丢了？谁的包啊？这都是给他们女嘉宾发的，她不要了就扔这里了，也没有那个。对。把收拾干，收拾干净，这些把它泼外面去。我的。拿水的。哪个？我给你摆好啊，你不穿。啊，我以为要。对，今天那个哨子问题。不丢，放这儿。那肯定不是我呀。我操！你说话就说话，你把喷的什么都喷我吃的。说话就说话，喷我一手的家伙东西。把那个衣服就拿到里面去。对对对，都收拾下收拾下。我希望你们平时生活中也是这么爱干净的。女生不要说表里不如一，别人表里不如一，表里不爱干净不了一点儿，兄弟们。还不如我一个大男人，我操！还有九个，我要是看到哪里，这个不要了吧？这个不要了哈，丢垃圾桶是吧？丢垃圾桶去，这个不要了，全部丢掉。这谁在臭袜子啊？丢，我的妈耶！那里面还有内衣掉进去，谁的内衣给他扶上去？我刚才那话，那我的衣服没洗，我是等会儿别丢了，我放在上面。收好，收好，我收拾收好。把垃圾全部收下，我帮你把它收拾整齐，你晾了去。哎呀！这谁的袜子？这应该是有用的吧？感觉是好的吗？那放着吧。到时候没衣服穿，冻死。这找换衣服。这全部收拾干净。咱们收拾干净，那地上还有没有东西？那地上内衣把它搞起来。哪里啊？你们地上掉内衣不捡起来，不是谁晒的？苏哥，我来打扫卫生，大家一起干。VIP 就不用干了。对，卫生很重要啊！对，把这倒把扔掉，放这衣服。好，袍子呢？这边还有一个。有泡吗？哪里？在哪儿啊，五毒哥？自己家不会穿。自己家。接电话可以吗？来来来来，强哥包在哪儿啊？那个。这是农庄。那个。哦，看到了。谢谢。水牛有梦龙吃没有啊？有啊。强哥，这黄瓜钱消了吗？啊？交了，这么多人，我的，你给他说。走了几个人儿。洗手去，洗不了一点儿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，苏哥。让他们尝尝自己的脚丫味儿。脱脚了呗。就臭袜子，现在捡了几双臭袜子臭鞋。切菜组，黄瓜快好了。肯定要切。切，从中间剖开，切片是吧？块不好吃。你分开。这个臭新鲜的，我给你，我帮我们切，是那个黄瓜。
瓜吗？是黄瓜吗？来、啊。洗澡出来一个，穿这么多，那到打洗碗穿几件？你穿个衣服，要不然穿个吊带儿。它不热吗？我们都穿一件，它不热。那瓜呢？那等我去穿一个。瓤儿去掉，这黄瓜吗？啊。这怎么黄瓜那么大？这里还有三根黄瓜。三根吗？三根。看中间瓤到膝盖，把瓤一刮。瓤。对，瓤去掉。这里还有三个黄瓜，拿走。这瓤去掉，不然的话，鞋子削不削皮啊？这里还有三根。我操，怎么样去啊？吃黄瓜居然去掉了？要吃完了，要不然不好吃。用手一抠，不要给你了。他们累。这个，放给你了。切了没有？Thank you.
前面黄瓜，这个黄瓜老了一点，下次长得嫩一点吧。黄瓜用那个黄瓜好吃，是青黄瓜，这也好吃。这个有，这个黄瓜炖的可好吃了，炖肉吃，把黄瓜晒肉吃也好吃。不是，强哥，你们这不吃饺子吗？啊，你调皮，你们吃真的好了呀。不是饺子。没有啊，我们这个好，姐我们那尝试包饺子吧。有啊。怎么样，刨的？小米香怎么刨的？呀，感谢，谢我，感谢我猪哥哥，谢我前男友，感谢我男友哥哥的49一句遮阳伞，谢谢我男友哥的26连击墨镜，微信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我男友，感谢男友哥大气，我穿长裤。你问我有没有蚊子，我特意穿个长裤。谢谢我男友哥的稻草人132连击稻草人，感谢我前男友，谢谢我前男友真帅，帅，你就前男友哥有蚊子咬了吗？穿长裤还咬，今天晚上我白天穿个短裤，晚上穿个短裤，大气啊。一个这个盘子，漂亮，新喝不到，漂亮，你几个菜？第二个菜。要跟大蒜都好吗？姜蒜都好吗？土豆儿。这出来不打 PK 吗？今天？来，这个小碗菜。强哥，不是切片还是切丝丝？牛师傅刚来就做饭啦，嘿嘿。对呀、啊，来了都来了，做好准备做饭呢，不能光吃饭的，不对，不能光吃不做它，对吧？前男友，男友哥，对吧？哥不哥，咱俩有一多、啊。土豆儿，你喜欢吃土豆儿不？这应该是农户自己种的土豆儿，新鲜。这个胖哥还吃了一个。黄瓜切好了。黄瓜好了。好嘞。对，嫂子，剥点那个大蒜。剥点大蒜，搞个盘子装着啊。大哥，啊？肉吃了，放点酱菜，吃去吧。哪个？再放点酱菜。慢一点，你来一把哥。你吃晚饭没有啊？晚饭吃了没？咬死了。好、哦、咬死了吧？我刚是不觉得咬人，还是说我闻的。牛黄，那个，这个吗？这个是巧克力，是的，零九幺哥哥，他叫巧克力，直播间叫巧克力，对，叫巧克力，是吧？这个辣的。
来。咦，会不会说话？我操！别咬我了，没一点好劲儿了，还他妈赢。棒棒糖，你吃了没？在呢，准备吃。行行，准备。都是应该够吧？先别洗了吧，还有盆呢。水牛，先别洗了，一盆。你需要吗？有多少个？那里有多少个？先慢点，先慢点。不用切那么好，小丽，切快一点就行，慢点切。吃过了，那等会儿看我吃好不好？我也被妈咪咬。那蒜还有吗？有啊，后来面儿，我指甲面儿嘞，面儿，
黄瓜不用锯子，为什么你要锯子啊？大蒜剥了没有？剥了。快把大蒜剥。你要吃不吃吧？谢谢。肉脯，看着快不错，我们换锅可不可不错，牛叔晚上好，那我现在搁火着，还不小，不小，你看我这嘴大不大？你吃了吗，牛叔？我操，这妈蚊子无孔不入啊！用水冲一下蚊子。好饿，真好吃，两个黄瓜，完美。为啥你们几个人在厨房，那是那么冷？帮忙啊，厨房，帮忙。强哥在烧饭。我们属于备菜组啊。几个呀？这是还没见着完。啊，两个，春哥哥好，应该两个一起来的。我到十五个人。过大蒜。大蒜了。啊？先吃大蒜。啊。好。不辣呀？你怎么知道我生吃大蒜？你这忙。我知道，强哥说了，你们这人都不生吃。他是多的，好像是多的吧？这烧心。啊，习惯了可能是。你看，后勤吃饭是要 PK 的吗？你怎么吃饭要 PK 啊？啊？吃饭打 PK 啊？直接小碗菜。啊？应该不 PK 了。今天小碗菜。小碗菜是啥？小碗菜就是那个菜，比如一个青菜，一个飞机，一个虾，两个飞机。然后你有钱你可以买，没钱就吃不了。啊？啊？没有飞机就没有菜吃吗？比如这一小碗菜，一勺一个飞机，你有钱你就可以买着吃，没钱你就不没有吃了，饭也要买，完了，你没钱吃了的。面哥不给留一口吗？面哥没安排你军训啊，安排了一个，就是那个，刚就是那个叫什么？哎，我下午把那个叫什么？上不接，上不接。上不接。那没有签字吗？没有了，应该。趁现在吃一口啊，男友哥。你们直接说那，那就收起来了，算了。那我把你下午玩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呀？你们下午玩那个叫什么？保龄球，对，人工保龄球。啊，买小碗菜，上次没有菜，上次他们都是吃，然后眼睁睁的看着，然后就做接单，吃了也上了。帮忙吗？我等着看你拼呀，看老公。什么呀？是我嫂子。喵，上次你让我吃上饭的，这次也让我吃个饭呗，饿死了，这中午都没吃。97，我今天称了，我104，敢不接面哥的单了、啊。你看什么单吧？你说让我去挑猪屎，我去挑，去
吃或者做什么可以。他让我去在那喊，一来就喊，喊那个什么，喊他们一群人，我尴尬的呀，不敢的。有啥可尴尬？尴尬的，算了，去了。现在现在强哥还有什么事要干？这么多酸还有什么事要干？这酸够不够？酸够了，酸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喊就喊，挑战自己，就是干自己不愿意干的。哎呀，我的娘！哎呦，看我的裙子。就让骚牛放狠话，他不干，怪不得我兄弟。啊？这买了几个？十个啊？你是三个拿五个进来了不？不是买了五个吗？对呀，你拿五个进来了。没有。这买了。我气死了！还是加时啊，加时也得加呀、啊，怎么搞的？没了，强哥还什么要弄的吗？强哥，明天开始这没有东西，整点狠的，给这没用的整点狠。嗯，整点啥呀？好香呀！你看，黄瓜，清炒黄瓜。咸了还是淡了，强哥？要不要过来尝一下？强哥，帮你尝一下。不相信我？那你尝一下味道，咸了还是淡了吧？尝一口。不相信我？尝不了一点儿，兄弟们，只能看着你。啊，等会儿就这样挑菜吃，选菜吃。啊，西红柿炒鸡蛋，青椒肉丝。这是青椒肉丝吧？主牛最后就让这货进来喊句：“下卡拉米们，我百成一姐来了，赶紧的叫保护费。”哇塞，感觉今天的菜好辣！啊，好饿啊，不能看。我上个洗手间。上个厕所。哎呦，我7:20，你飞机能买小碗菜，那个送到一点儿。就是这样的，有飞机有。谢球，毛线的荧光布，谢不是球毛线的荧光棒。那个咬死了，这蚊子是逮着一个人咬啊，一直咬，啪啪咬。我天哪，真服了，真的是。还有毛。你上厕所啊？行，今天是小碗饭。这些。真好吃吗？这是给今天送的礼物。收到礼物多少，然后你就拿多少的菜。那我都没收到礼物啊。强哥不好使，这么多人。没收到礼物，那我不是没有菜吃吗？是的，没收到礼物该你。啊，我只能吃米饭啊！没有哥哥让我吃点菜的吗？怎么办？我都没有米饭，我都没得菜吃。共吃一碗应该问你们的，拉倒吧，玩笑归玩笑话，能不能当真啊？鸡脯呢？
产了就保他两天 VIP， 吃喝不限量，他不干的。现在人都在这里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哪里还有凳子啊？所有人可以保持安静一会儿会儿啊。一个五分钟的小小的会议，希望大家能尊重我们的这个主办方。哪里有凳子啊，独哥？稍微安静一会儿会儿。欢迎大家从五湖四海过来的女嘉宾、女孩、女主播，欢迎你们到来。你们能来这里是对我的绝对的信任。在这里，只要记住一点：每次我吹哨的时候，大家第一时间集合，不管什么情况都要第一时间集合。看不起。平时不会去吹的，一旦吹哨，肯定是有紧急事情集合。都知道没有？我都不知道 VIP 什么，你都没说。对，然后第二。一定要记住个人卫生，我也不想用手机拍到你们邋遢的一面。所以大家伙的话，一定要记住个人卫生。你吃完的垃圾袋，你用完的那个垃圾纸，一定要丢到垃圾桶里面，就在门口，出去走三步就可以了。这个不难吧？难不难？不难。对对对，用完的纸，用完的垃圾袋，喝完的水，最后再重申一下，你们喝的水也许只喝一口。你们就把它扔了。我希望大家的话，喝完水如果喝不完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喝不完的话你就放一个地方，记得你下次再去拿这个水喝，好吧？不要浪费，好吧？可以吗？这水都买回来，有人喝一口就扔掉了。你们可以放在那个里面有个柜子，放在柜子里面关起来也可以。我的天，好壮观！你给你们不要去浪费，这都是花钱买的啊。临时造的垃圾，包括厕所，那个上面有值日表，所有人听着，新来的朋友也听着，有值日表。然后呢，每天都有几个人值班。如果你们的卫生搞得干净，我检查的区域有哪些？记住，检查的区域有厕所，还有那个里面的吃饭的地方，还有这个院子，还有下面的院子，都要把摆放整齐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我每天3点钟我左右会过来，我会检查一遍，